二郎，二郎，你醒了，是不是外面声音吵着你了？昨日的话，多谢你啊。不必，以后别让阿姐那么辛苦就好。小石。 这是金娘煮的汤吧？对呀。好，你们喝。哎，二郎，这牛肉汤我炖了好久呢，你也坐下，我给你盛一碗尝尝。来，你先坐，尝尝，看味道怎么样？二郎，来。 怎么样？哎，阿姐的手艺果然好。二郎喜不喜欢？我再给你添一碗吧。哎，我还没喝够呢。小石，小石，你给二郎留一点啊，小石。小石，嗯，真好喝。 这个样子，二郎，你笑什么呢？哦，没事儿。那汤没了，我再给你炖一碗吧。别了。